天气好热。傻瓜，我帮你带伞。哦，今天天气好热哦。真的超热。你看人家都有带伞。我还干嘛不自己带？昨天那种电影真的是很好看哎。嗯，我也觉得。你喜欢哪个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要动。我。没事。你觉得昨天那电影好看吗？很好看，你觉得呢？给你等一下。哈哈哈！你连那个饭店太丑了吧？哎，你这里整怎么这样子啊？哎，习惯了习惯了。走吧，林夕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还好没发烧，走，我去看医生。走吧，依婷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你是不是太热不想出门？装备。你看，你明明就很好。走了，快迟到了。抱歉，走。你脚怎么了？我的脚好像拐到了。拐到了？你是不是50公斤啊？那我抱不动哦。好，你走过去，我骑车来带你。如果喜欢我们中学头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叮订阅哦，追踪哦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追踪他，追踪我们。